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些特别的桌游。我是 Nicholas， 我是 Andy，Hello。好，那今天挑战的是第三大亨纸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喽。由年纪小的先，你先。好，我抽两张牌。一开始我通常都会打三张哦，三张而已。一开始通常都要存一下钱。然后地只要打个几张就好了，价钱不用太高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再存一块好，那你。好，抽两张。钱，不要太少。我建议你存钱的。一张，二，三，换你。以前通常都先存钱会比较好。三，就是这个物业卡有三套就获胜了。嗯。一套要看上面有几张就。嗯，对。哦，我用这个跟你换红色，不对，跟你换黄色。不能换。记得好像可以。没有，是地产当然才可以换，这个是不行。盗取或强制交易。然后再出个钱，至少要留几张来接场。好，换你。有几张需要预备？嗯。二三，换你。多存一点。好，尽量帮你的，抽两张，抽两张。嗯，看看，三，呀，一二，对，它有一张。三，钱存够了就开始用地，然后留个几张结账。一，盗取，有没有做出反对？有啊。打不打？不知道。好，露出反对，那就不能。露出反对，不能拿了。一张、两张吗？嗯。三张，抽两张通行证，小花你。抽两张。今天租金。今天没有在上场。这边有粉红色和橘色，所以我可以选一个。那这个吧，那个比较贵。通常比较贵的，我会选择这样两块。有钱人给钱哦，没钱给地。不能选择给地。不能找钱。不找钱，对。比如说，你看我这个只有两块，他付五块给我，不能找钱。嗯。然后。出几张了？一张而已。好。两张。嗯。看看哦。好，那你。抽。钱还算够多，我现在这边有12块。嗯。那个比较亏，那个要四张，那个比较亏。一张。通常都要。租金比较好，我看一下。那两个。好啊，没关系，两块。这个比较好。两块。快，我这边刚好两块。再租金多两块，三块好，三块橘色。三块，这个好，直接给你10块。不能找钱。等一下，我算一下，一二两张了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我打钱对不对？有啊。还有三张换你。嗯。我们还没进入状况，现在都在外面，还没有真正快要。拿多一点来接场，这是第二张吗？嗯。收一点钱。你弟好像比我多哎。嗯。两块。你应该要选最贵的。这个也两块啊。最贵好像是走2块。换我了吧，3张。三张，就算没有3张问题。加油！给我5块，收取债务。哎呦，机场，做出反对。那你做出反对，应该都打完。二三，换你。下面要机场，通常都很讨厌。好，一张，需要考虑一下。你打几张？一张而已。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到时候收取债务之类的。你还打收取债务啊？哦，你没有收取债务。我就没有，就是没有可以要钱之类的吧。那就能打就打，想办法拿别人的啊。我知道了。你现在需要这2张。强制交易。哎，不行，只能换一张。
换一张，不能。不能是一张换一张，物业接管才是拿全部。所以我换一张可以吗？嗯，那个吧。一二，然后三，这个是。嘿嘿。上面这边有四嘛？他打房子加两块。对。你加三块租金。对，加三块，所以如果我租金就是你的粉红色跟我收租金，我就要给你加三块，六块加三，所以七块。七块。好哦。我生日。好。两块钱。Happy birthday to me。好，二三，没有做出反对吧？给我。拿去吧。好。两套喽。嗯。哎，对啊，那个物业接管连房子哦，连房子。嗯哼。嗯，我知道。到此。嗯。拿一张哦。我拿几张。好啊。然后，哎，剩下就要了。这个是刚才到了吗？然后，到取要放场上，所以你必须先打蓝色再到取。好的。好。两张，蓝色加到取两张。嗯。租金八块。好贵哦。两张四块。把你全部都 A 走。这两张。我开始。倒取，我应该快输了，对，我应该快输了。盖房子，所需债务五块钱。好，我现在没有那个手牌了。嗯。所以想要把手牌抽满五张。好，换你。可以直接盖酒店吗？不行，要先盖一栋房子才能盖酒店。一、二。好，盖房子。你房子不是这张被我拿走了？能跟我 A 钱就 A 钱呢、啊。快！还真的 A， 我给你这个。你钱比我多，还我钱比你多、啊？你几块？五加四九，五等于五六，我八块。你钱比我多，你有一张五块。八块加三块，十一块，刚刚好。刚刚好。是吗？再十一块。哈赢了，没有不算，这样不算。赢了，没有蓝色，因为蓝色重复不行。重复，对，好，所以我会选择这个放这，这个放这，这个放这。好，赢了。嗯。OK， 好。我们来多打几场，我们来用计分方式好不好？好啊。这个是不是四张四分？嗯。所以赢了就拿一分。先拿，然后我们一人两张哈。输家给赢家一分，然后如果你手上没牌又输了，就这输了，然后另外一方就赢家，这样 OK？ 哎，我看他做出反对不应该放在物业接管，对啊，应该放在那张租金，后面的太后面通常没办法运作。没关系啊，我这次抽的牌也比较好。嗯，我前面抽了两张做出反对。嗯哼。我前面太快花掉了。至少要需要留一张。你一开第一回合就抽两张了。嗯。至少要解后面的。还很好。主要留。解场的好像只能有做出反对和钱。嗯。就是以防万一。债务倒取。债务。有没有可能三张做出反对，然后别人收取债务，做出反对，收取债务，做出反对，收取债务，然后又做出反对？不可能那么多张。有可能啊。不过收最多钱是蓝色的租金，双倍租金16块。有可能双倍租金再双倍租金，那个8块，然后再双倍租金，然后16块，然后再双倍32块，可能全部都给我，然后刚好最后一个三张，输家先吗？你先，比较公平，好不好？好像一开始对方都没有钱，就不要打，就不要打租金了，不用打租金，就先打地，还有一个。让别人吃亏的地来收钱，就是打一个让别人吃亏，然后可以付别人钱的。嗯。好，换你。三张哦。嗯。抽。一、二、三。换你。蓝雨。还很好。
好像现在没有钱，不过我也没有钱，我也没有可以钱。六加一，春天哦，二三。看我。有几张来？防御之类的。一。我一张，我一张哦，我的刚打哪？哦，一张，两张，我想一下，三张，换你，没有比较好的，地表开始，然后二三，可以存钱就存钱，然后一就打打一点，我抽两张，一二。收取债务。哇，不怕！你看，你现在，你看，我有存钱了，不怕，快刚好不怕，有没有？不怕。钱很多，啊。只需要存钱，像什么都没。换你。什么都没办法，然后就可以递出个几张，出点让别人吃亏的，然后存几张钱，那就可以多付钱。一，二。三没有，那我考虑一下。你看一下手牌，看要不要跳过，可以跳过。我知道。好，换你。抽两张哦，一二，换你。吼吼，十三块。十三。这么多。这边二十三，二十六。钱那么多。钱多，你要一次跟我说二十六块，我才会破产。这张很漂亮。还好。巨额玉。很少抽到这张，这张只有一张。对啊，整套牌只有一张。我也常常抽到这个。像现在我没有什么租金，都抽不到，那就可以拿来当钱。因为这两个颜色它地的，钱值都钱都很小，所以不太需要。两张啊，就当钱。对，换你。没有什么可以出。一，换你。保存实力，没有了，没排出。袁绍。袁绍嘞。好，那现在我就有一个配对。一、二、强制交易。换粉红。对。下面。三，好换你。那现在我有钱了吗？除非他刷物业接管了。刷物业接管。租金给我两块。看，你看现在我就有钱。不过他如果收取债务的话，我可能就要又没钱。对，可能留个一块吧，还不错。转一下租金，一块，哈哈，可以用这个。可以啊，租金也可以当钱。好，保存实力换你。租金就可以当钱。那现在就开始慢慢的去跟别人。这场牌运不太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六块。钱很多，没关系。是这样。就算我这样出不好了，如果他等一下抽到太好的，我就这里。通行证，通行证。你看。抽四张，抽四张。他说这张一定会抽到好牌。帅，一定会抽到好牌。换你。就要再留一些。这不是好牌，这是超好牌。棒哦。只差一栋房子。是的。算了。我没房子哎。一房真的我知道。怎么转过来啊？所以代表你要打红色了。你打哪三张？通行证。我打一张而已，还有两张通行证五块。好，保存实力。这保存实力啊，是留牌来接场啊。二三，换你赢了。输了。你看。耶。后面无法预测。牌运好。这个给我。四张啊。反正就一直打嘛。对啊，你这场再输你就会输了。这场呢是我的必杀技。你还记得我以前的必杀技吗？记得。超猛的。放轻松。
小薇以前必杀技超猛的，出个几张牌，然后也就被点爆。对啊。不过那也要看我抽到什么牌啊。我牌运今天很好。我认识一个我们班的同学有一个十二张家伟，我们班十二号，他很厉害，那个扑克牌的牌运很好，他几乎每场大老二都他的，可以啊。哇哇哇哇哇哇！你先，我不要先。为什么我先？好了，我先拿。好，你先。抽五张。下把你牌全多抽一张。好，我先把先抽两张，然后再加这个。哦，好怕好怕，等下把你电爆。牌运，上一场牌运不好，这场牌运好的正常。抽两张。我开始拿出我的必杀技。租金。一块。两块。Thank you。哎呀，好，这次真的牌运。加油啊！你要倒取倒取倒取吗？收取债务五块，哇塞，全部哎！再来七块，没钱。五块，七块，刚刚好。哎，对，还有一张。对啊。还有一张我要干嘛？叠上去啊。不要，我要存钱。哦哦哦！你这太猛了吧！哇的，你 ，what the hell？ Coco， 真济，你就得看看，来玩一下，租金四块，去，换你，哈哈。抽两张，几颗？阿里山。现在可能差不多要有点省牌了。阿里山哦。多抽一点好牌。你要搭小火车。还不错，我出两张了嘛。嗯。看看哦。阿里。耶、yeah ！你完了，我醒着，没事。一二三，换你。我必杀技可是我。一人一套。刚刚好。存钱啊。哪来你放错了。啊。放中间对。放我。一二。倒取。那个。那个。彩色那个。对。我看一下放哪里。放这，再倒多一点。换你，再倒多一点。阿里山哦，你等下哦。如果我抽到红色租金，你就要付火车费。哦，换你。好，这你刚刚就抽到两张了。嗯。这整套牌只有两张哎。能扣，通行。通行证。哎呦，我看到了。通行证。盖房子。好，换你。看到了，没关系，看到了，看到也没差，反正你就不要跟我要牌，不然就被我吃。我直接只快了三块。那你玩一下，租金五块。哦，你又放错地方了。哦，为什么我钱都不够啊？换你，快点啊，五块。想一下，资本给你，我不要资本教授。资本有那么胖我吗？对。等一下，一二，我还有一张哎。好，你要出什么？再出奖了。好啊。啊，我给错了，没关系。一。哇！我要等还要，我还要租金我就死啊。对啊，你要我黑色租金四块、五块、六块、七块。不多。哦，十一块，火车费居然付十一块。这样才漂亮。地可以拿去当钱吗？地不行。一二三。好哇，我快赢了哦。换一个。噔噔，换你。我只要再抽到一张红色，我就赢了。换这个倒取，我就赢了。加油啊！你已经两套了，不是吗？我也两套了。
你插一张就赢了，我也是插一张就赢。可是你两个颜色，所以你抽到的几率比较大。哎，四块，那你？十块，贵呢。嗯，换你。哎，哦，帅。怎么了？真帅。你赢了。一二。嘿嘿嘿嘿。三赢了。为什么？哎，对了，赢了，帅哦。必杀技。好，不错，来一张给你。必杀技。差点输了。真的，必杀技真的有用。嗯。好管用哦。前面刷好多钱。嗯。中间有四张的流派，不错啊！你第三场没有输，不错不错。第三场再输，这个学的是那个补助卡，嗯，我们把它拿来当分数，反正我们规则都很了解。嗯，太冰刷是什么颜色？不知道。我说这在这个第三张案子牌里面，你知道太冰刷是什么吗？我知道。是什么颜色？人参。对。太冰山。对。阿力三什么颜色？红色。嗯。Toroko 什么颜色？蓝色。泰鲁格啊。泰鲁格。抽五张，刚刚好。哦，还真的哎。注意哦。我先。你输家先，我先。注意啦。这场我应该会输。一二三，换你。不是，是这场你一定会输，你一定照我的牌运，你绝对输。都被我看到。一、二、三，换你。一。其实我这样做不一定好。三，换你。收取债务五块。五块。为什么不给别人？二。三八块。没钱了。穷啊。一、二、两块。你当然给我那张啊，对吧？给你最烂的。没关系，换你。海底暴击。可恶，没有主题。这样。这么这样。你目前租一张就八块。然后打一张咖啡色。一。哦，不是咖啡色。差一张啊。我两套了。三，换我。一二，换你。嗯，这场牌运好烂，我应该输哦。哎，哎，我有哦，我不是没有。好，赢了。哈哈，换你。我这样，按你那样，我没有钱，输得好惨。来给你一张，追回来了。二二哎，对啊，有啊。我再给你两张，我就赢了。嗯哼，继续吧。我看他这样子，猪丁，你猜什么颜色？黑绿。错。我不知道。蓝绿。是。哦，又是一张猪丁，什么颜色？不知道。咖啡蓝。有咖啡哦，对对对。对啊，是零淡水了。还剩到两张，抽五张刚刚好啊，多一张。哇塞！哇！我有物业接管，我有物业接管就没有做出反对，有做出反对就没有物业接管。一二三，换你。所以你现在有物业接管的意思？没有，没有做出反对，没有物业接管，没有这场什么都没有，是上回有物业接管，然后上上回有做出反对。二三换。烂死！底下你觉得很阴阳。哎，换你。等下，你要黑色房子旅馆。房子旅馆。好。瞬间一套十块钱。四个火车。五块钱。
刚刚好。What？ 钱超多。What？ 两张嘛。换你。我钱很多，没地也没办法。你香蕉吃完了没？快要了。嗯，好，先吃完吧。先放旁边右下角。瓦力。瓦力，娃娃。一二。瓦力油。换你。我来算一下，我几块钱。一二四。不用想，你知道我念你一声。十块加十，二十块，二十八。扣扣多。我一定比你少。五满五张。我看一下哦。没少吧？五满五张。我才四块。嗯。不对，我才五块。好少，差超多的。耶。我多你二十三。我几块？我真的快疯了。你又换你哦。我快疯了，我真的快，我真的好疯。都抽到扣扣。是疯子。我可以让你看一秒我的牌。冲啊冲啊！砰砰砰，换你。你要不要看一秒我的牌？不用。一，好，就这样。十块，换你。很多嘛。租金双倍租金。十块。两块。租两套牌只有两块。你也租的有意思了吧？超不划算。你出那种东西要干嘛？没关系，我只是要。多出点牌，我现在手牌很烂，赶快换点牌。是这么那个牌。你现在手上有一张橘色，一张道具，你就赢了。有，我只要再一张绿色或一张橘色就赢了。换你。换你。哇，抽超超超超到。你了。二，啊，绿色，随便打，我赢了，哎，打错了，好，你赢了 ，OK， 我牌好烂，我做出反对，没事，好，我也有啊，来，你一张，来动，我也有一张，我必杀技要开始使出，然后我那一张又拿过来之后，你再，如果你又再输，你猜输，嗯，好，我这样斗好久哦。一开始被你电爆了，你都是前面快攻，然后我是后面开运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每次玩什么，我都是后面开运。嗯。然后有时候后面来不及开运，然后你就赢了，超奇特。抽五张刚刚好，又多一张。哈哈。你多两张哎。帅到。换我，我先，我输。我真的快崩溃。来收取债务。有我先换你。我的好，好，没关系啦。一二三，给我。啊。谢谢。一。然后又要倒回去。三。哦，幸好。换你。啊！一二三，换你。抽两张。一二。哇，好牌耶！三。哎呦。一、二、三，换你。什么没有接枪的？三，换你。给我打牌就好。一，那现在我没有接枪了嘛，然后就一直出牌，好，就是这样。二、三，换我。我好富有。地超多，你应该要赢了吧？如果一二三的话，你有吗？有了我就输。物业接管。哎呀，我还要做出反对。租金。哎呀，这块。看一下，七块。哦。二三四五六七，你还给我三块。强制交易换了，
租金2块。2块。嗯。第三张还要换你。哦，大钱都放后面。哼。太好了。算什么？我们来打扑克牌好不好？好。35，换你。真的啊，35好像叫什么花顺。倒区。哦，没关系。换你。有风度，要学。给你看1秒的好不好？好。那么快？那至少那0.5毫秒。好，0.1。快点啊！没看，我看到了，做出反对。错。真的？那个是。这个不能这样笑，正常表情。你也正常表情。正常表情。你也正常表情。好了，快点，我抽牌了呢，我抽了。哦，你、我想一下，租金2块。嗯，1毛。租金2块。2毛。然后再1毛。3，换你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6+4=10，十，换你，20，24块，26块。你怎么一次出那么多？一二，我看一下怎么样才能赢哦。18块，目前应该没办法。我打2张，我看看，没有。好，换你，3好，打钱。27块，钱好多哟，大富翁。租金2块。哦，我看一下。我又有打错地方。27、25，25还有25块。我20块了。嘿，好了吗？嗯。我抽2张，我赢了耶，1。对吗？我看一下。还没有。我要怎么才能赢啊？我数学不太好。你们不是数学很强？我看一下哦，这样比较好吗？没有，好算了，没关系，1、2、3，1套，红色，我几张了？打2张了，肯定看卢山。打1张我就输了，如果你有的话。租金1块。真就赢的啊！我再一张就赢了。换你，就是要跟你收钱，怎么样？换我，为什么把红色打出来？不要装傻。通行证。强制交易。啊，错赛输了。没有啊，1、2、3，没有，没3套。我让你看1秒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有一，我，换你。庐山肯定捧我，我3张黄色都有，棒哦。这还差圣星。我差自来水公司。缺水。自来水公司倒了，你必须把它重建。我把酒店拿去卖钱。行了啦。还没，赢了，对，好，赢了，还有1张，好啦，那啊，还没，因为我们已经打了连续1、2、3、4、5，5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场，我们还是平手，那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时间太久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，好，对，因为现在已经蛮晚，嗯，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